不是，因为我们聪明哦，都不肯吃亏了啊，所以呀、啊，我们会把浩然正气哦都用掉，就变成哦没有浩然正气。那或许师长讲啊，没有浩然正气呀、啊，我们在人烟哦稠密的地方哦没有感觉了、啊，可是，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啊，我们感受就会很大。哦，在没有人的地方会感到害怕，那个就是哦缺少浩然正气。哎啊，所以哦，我们要了解到时时刻刻呢都跟觉性在一起呀、啊，浩然正气都在，不会消失。那假如说我们要培养，那培养浩然正气啊，最好的方法哎就是吃亏。能够吃亏的话，浩然正气啊就可以培养。哎，所以我们台湾话有讲，说人公吼天拢袂欺负人。啊，你那人巧吼，天甲你做水头，有没有听过？哎，所以吼、哦，我们太聪明的吼、哦，这个要了解到，哎，不肯吃亏的话，浩然正气用掉了，用掉以后啊，哎，那个吼、哦。无形的，我们空间啊有很多无形的哦，那一些呢幽冥鬼魂魑魅魍魉，他看到你呀、啊、哦没有浩然正气呢，就想哦揍你一拳呐、啊。那我们被那个无形的哈、哦、一揍到了以后、啊，身体就不舒服，可是没有形象啊，只是不舒服。那我们去找医生的话，医生检查不出毛病啊。说你什么哦，这个器官都正常，那个指数都正常，可是很难过啊。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现象？还有啊，那不好哎，不要有哎。哦，那个表示说我们呐、啊，这个平常之中哎，哦，都善事不做，哦，没有啊。那个吉神拥护啊，所以那一些哈、哦、啊，这个幽冥鬼魂、魑魅魍魉、凶神恶煞才会找我们麻烦，哎，啊被他哦找上了，哎，就是哎要受一点灾难。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一些呢，我们都可以去掉，这一些灾难我们可以不要。哦啊，不要的话呢，就在我们哦这个本体呀、啊。我们佛性本体之中建立浩然正气、哦、自然有，就是、哦、人格、啊、都很清高，